这是一个青花五彩的盖罐，画的龙纹，青花五彩，万历的正面龙是个坐龙，高度19公分。画的这个罐的罐身有4条龙，这个盖顶有一条单龙的坐龙正面龙，这个口径是15.5公分。青花画的龙，这是青花画的龙，打开看看。它这是个子母扣啊，子母扣。那个釉很稠的这个釉，底下这个釉啊，青釉，这个底釉带有泛青色。龙游花卉。这里的这是第二条龙，黄龙红法，这第三条龙，青花的也是，第四条龙是绿龙红法，两条青花，两条彩龙，这是正面龙的坐龙。李靖，大明万历年制。元璋元九，双穿，微微凹了，凹下去一点，这个画款的地方，写款的地方，大明万历年制。写得非常之有力，非常有力啊！四平八稳，这个穿着这个直径有11.5公分，连瓣门是缝三格就有一个青花，这个不是缝四格，这个就是。不规则的，曼丽的东西就经常不规则。这也是三个，这也是三个，这三个三个一格，三格三个，中间就是一个青花。整件器物都是官窑的官制作风。龙画的非常之。拱壁龙都很凶的话，很凶猛。